这嘛就是古早人安尼讲啊，一世人受人真侪恩，但是呢，一点啊都无有回报啦。所以呢，后出世啊来行人，这呢叫做上他宿疾罪报。再来讲，忏悔脱生道中不得自在，为他积起道业罪。啊、这也是要忏悔，在修行道的里面呢，当然是不得自在咯。看看，虽然啊，啊有狗来啊，鸟来啊，咱虽然都真疼伊咧，不过呢，伊既然是鸟狗的形态，伊敢会当自在呢？也是不得自在啊。无法度为所欲为，亲像咱人呢，多彩多姿人间的生活。但是呢，伊的生活就是安尼。尽管大家人对伊有爱心、疼惜伊，不过呢，伊嘛是不得自在。这是积极的例子，伊吼，何况其他的畜生类呢？其他的动物呢？想看卖。人啊，煎啊，炸烘啊，煮啊，等等呢，不管是地上伫咧走，天上伫咧飞，或者是水底伫咧游的，看，都是受人类啊，安尼呢，伫咧积起多噶济，嘛是过去生的罪报啊，咱爱搁再忏悔，忏悔畜生道中。无著、二著、四著、多著、罪报，在这个畜生道的内底，不管是两著、四著、多著，各形各色的生命，都是不得自在。当然啦、啊，这拢总是过去生中啊，就是无知、不信因果，所以造作了真多呢的恶业。所以，身后啦，各种的这个修报的生命的形态都无同款，各种无同的形态，各种呢无同的啊，性命拢是真多的苦难，不得自在啊！人类啊，应该要好好自我警惕啊！遐个物件呢，虽然有遮多个形态、遮多个名称啦，都无离开呢。咱一点心，这个心灵啊，会造作真多个业力。那真多个业力呢，会当受各种无同形命的形态。所以咱爱有心。咱爱好好呢，信佛所说，佛是真义者，是义者。咱唔通讲吼无相信呐、啊，咱应该呢爱相信。那无呢，一世人啊，业累啊，滴滴积来呢，到家呢，最后的时阵，咱也阁无休息。所以未来啊，这种的业报呢？那就苦不堪了，所以咱来时时多用心嘛。